立正，站立，请坐。哦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嘿，实在是真欢喜，看到大家会当这么有精神哈、哦。啊，我这个课程，免讲就是上课哈，是来甲大家分享着讲，咱台湾最近发生的代志，以及伫咱的心内底。因为我本身是读都市计划这个学系，但是都市计划你若要甲照安尼甲看起来，当我第一次去看到迄个都市计划法的时阵，知影讲哇，这是足复杂的。所以今仔日大家放心，唔是讲要甲遐条文一条一条摕来遮念，是要伫咱的心内底讲，你的心内底有捌去计划过无？你的心内底敢捌去计划过讲，伫咱的国家，你要安怎去甲伊疼惜？所以伫最近的新闻内底，咱拢会发觉一点。最近，咱若看到新闻，咱即马当老者就是咧选总统。咱的选总统内底，咱一直甲看，一直甲看，大家拢讲啊，这讲骗的。啊，这无可能！尤其有一组的候选人，敢那姓马的款，吼、哦，我拢叫马先生吼、哦。啊，伊变隔壁阁一个叫做白院长，吼、哦，因为吼、哦，我敢会记伊姓白，敢那是的款，所以当伊你看伊咧讲这个话时阵，我真爱。直接来甲做分析，因分析出讲，伊若调了后，要将咱台湾要来安怎安怎安怎，所以最近伫我隔壁嘛显出着分单咧分着讲啊，要来去，予咱的人民，因有一个说明会，叫做予马先生的候选啊说明会，是阮遐一个立委。啊，伊嘛要选立委，啊，所以伊来办伫一个差不多百几人的座场内底，啊，来表演一个说明会。因过伫伊说明会中间，我真心来去甲坐足足两点钟。你敢知影讲是安怎？咱的人民真爱去遐坐，因为第一点，因的义工请差不多拢总百几个人。因的义工拢总差不多甲算算个，超三十几个，三十几个内底，拢伫遐甲你烹茶，互你啉，乌龙烧茶，啊，佮问你腹肚，以后佮摕肉包互你食，了后佮摕饼足济，互你摕转去，然后遮个百姓，你佮问一句讲，咱爱支持谁？哇，全部拢总支持马先生。我问我隔壁甲讲，啊，你是安怎奈要支持这个马总马先生吼？伊讲，你甲想啦，即马经济遮歹，伊阁分这肉包互咱食，你想这若无做善，遮善良，你敢有法度食着？白做咧说明会吼，我坐遐久吼，赶甲要死啊，连一个物件嘛无分着，敢若分两张纸互你尔。我看看。原来，咱台湾人和中国人欺负甲一种诶，伊干那肉包互你，啊！我昨下问迄个阿伯讲，阿伯，我甲你讲哦，咱若调了后吼，即、這个十队，逐工拢要踮遮办说明会，逐工拢要用肉包你食，啊！逐工都食饭饼，你想安尼好无？结果一群人拢讲。敢有影？你莫讲笑呢！我讲真诶啊！啊无你甲问看咧，看伊卖无？你看咱嘛知影答案，这是永远无可能诶。伊若逐工对阿班对阿班，我相信今仔日台湾毋是安尼。因故伊今来写那伊个付出讲啊，买肉包互你食，佮摕点心互你食，然后。你坐遮遮艰苦，
啊，我嘛甲问讲，啊，伊伫遐讲遐济，你敢有听到伊咧讲啥？伊讲有啊，人迄总统讲吼，咱的生活已经甲中国人合作伙吼，咱要安怎？伊讲，反正咱会赚大钱就对啦。我讲唔是哦，伊讲咱要统一中国哦，啊要派你去中国做官员。伊听听也是感觉讲够影，啊你拄则安尼讲你拢无咧听，是安尼哦，啊无你倒转去倒倒等。我感觉足奇怪，是安那我乌白甲讲，伊拢要相信。我凊彩甲讲讲，伊哪会相信？等到有一个人，啊，我佫甲问讲，阿伯，咱真欢喜吼，即届总统来调吼，听讲一个人要发差不多20000元，予老人会当安安心心过日子。伊讲，敢有影安尼？有啊，迄633内底吼，你看马英九伊做遐侪见证内底，伊讲足侪要做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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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时阵，你敢捌去甲算过？啊，无请问你敢知影马英九伊伫即几年来做着啥物货？伊个回答阁如趣味，专家讲吼，啊，想做嘛同款，毋是拢爱做，所以你伫遮听着遮个对话内底。你毋知发觉到，咱吼即个流氓政府一直骗，搁再骗，啊骗到根本拢袂晓去想。甲落尾，伊可能看我一直讲话时阵，啊伊怎甲我讲啊？咱请即个先生吼来发表几句啊，伫阮迄个隔壁，伊讲竟然请我发表，讲哇安尼歹势啦，因为我拢毋知要发表啥物货。但是伊就叫我讲，来来来，你既然吼遐尼啊踊跃，啊无我请你来，因为伊知影讲，今仔日来坐伫遮的人，拢总是领物件了，都是领了啊，准备等下要阁领一罐牛奶，啊就要转去啊。伊知影讲，我可能毋是为着这来的，但是因的人嘛足奇怪，佫特别邀请讲来，你来讲几句啊。我讲真歹讲嘞，我毋知要甲你讲啥，但是伊一直邀请。一直起来，啊！落尾，我怎家己讲一句讲，咱今仔日总统甲咱答应，后届咱大家拢有就业的机会，而且每一户读册免钱，创啥拢总唔免钱。咱的囡仔对出世甲大汉读大学毕业拢总免钱，而且你若失业，伊要甲你补助。你若老人了后，伊要予你零用金，予你开，啊，予你安尼快快乐乐，伫这个世间真好。若无影，因兜会死了了。哇！我看迄个人怎毋敢叫我讲话，伊怎讲无你转去好啊啦。我讲无哦，我无讲白贼，若讲白贼，伊这个总统嘛怎啊讲？伊嘛捌讲过，伊讲伊将来拢毋捌白贼，我甲你挂保证，咱这个马总统将来毋捌讲白贼话，若有影，因兜嘛会死了了。啊，看大家哪拢无咧讲话，结果第二个则甲我讲，好啊好啊，无你吼会使转去啊，啊牛奶吼伫外口会使领领好转去啊。我感觉毋是咧家刺轻咧，我只是。感受到讲，哪会即阵人拢遐尼啊？会当互伊安尼骗落啊？感觉拢会使甲麻醉，咱当时会使清醒。所以今仔日咧上即个分享，我是只是讲从咱台湾所发生的代志来甲大家慢慢来甲看。第一点，最近咱会当看到一个人。哦，或者博，或者无功博雄，伊家己讲的哦。好，伊讲我就是无功博雄。好，迄个人我嘛唔知啥物人。好，吴博雄，伊讲另外一个伊笑着讲，另外一个总统候选人，伊是假的客家人。伊讲伫徛去打电讲。我甲恁讲，这个客家人是假的。
因为伊袂晓讲客话，我知咱咧讲啥物人。伊咧讲咱咧闽南吼，伊咧讲小一个叫做小英小姐吼，伊要来选总统，因为介对立的时阵，伊讲这个客家人是假，因为伊袂晓讲客话。讲到这个时阵，咱唔知有去想过，客家人一定爱讲客话才是正统嘛。所以我骗吴功伯雄，伊就讲。因为我也要讲客话，所以我是客家人。等伊讲只出来了后，你敢知影讲前一阵啊，咱有150几个人去伫日本靖国神社创啥？去日本去靖国神社，独独我这个人特别足奇怪，我无入去内底，互恁要我看到什么物件？我看到甲吴功伯雄有关系物件，就是伫伊个迄个油酒馆内底，安尼甲洗，我看，讲奇怪，这个所在奈两块门板藏伫遮，迄人迄庙迄门哦，啊甲拆起啊藏伫遐个所在，我讲这是代表啥物意义？结果，佮甲看详细，伊啊注明写讲，这两块门板就是。明治天皇的小弟要来打台湾的时阵，因为无眠床，所以甲绑起来遐互困。啊，这两地要纪念这个，吼、哦，因的亲王困过，所以甲绑去日本，甲做纪念。啊，我看看讲，哦，啊，这安尼都，啊那阿介我困过唔得，咁，哎，伊困过，伊梦过，都拢爱搬来日本。但是，上介好笑是啥？甲写过后壁甲看的时阵，竟然写黄明哈，黄明吴麒麟，好吴这吴红林，这麒麟哈，吴红林甲吴红麒啦，合起来叫做麒麟啦。听讲这两个是相生啊，写到黄明。吴鸿齐、吴鸿林进献，啊，我唔知讲这两个是安那奈，甲咱姓只同款。结果伊佫写着细字的，佫甲看落去，伊讲，这个就是国民党党主席吴功伯雄伊的老爸送来。我讲啊，这唔对，因爸爸因阿伯，无唔对，完完整整就是。伊，吼、哦，伯公啊，吼、哦，送来这两块门板送来个遐，就是因爸爸送来。啊，是安那要送来？伊讲伊是黄明。我讲因晋的家族足奇怪，适应力比徐静较强，比小强家族较厉害。完全拢感觉伊若性命要得了危险，伊就开始转弯，开始走。但是，伊敢有意思讲伊是真正台湾人吗？所以伫遮要甲咱讲到，就是台湾人毋是用着你的行为、你的语言、你的种种知识来讲啊，我就是台湾人。好，因为咱会看到，是安怎？咱若去动物宠物店的时阵，我大概嘛看到这个物件。伊拢会讲到啥？讲我这只狗啊是倒位，哦，这出产这一只真贵。但是，当你咧讲的时阵，伊拢阁甲你出现一种物件叫做血统书，吼、哦，血统是安尼甲摕出来，你看，这就是血统，真哩好。啊，毋过看当来咱台湾人，看看煞比一只狗啊较不如。我想每一次看到这时阵，拢会想讲，是安那只狗都有迄通识，都伊个证明，伊个价值。但是咱台湾人每一回摕到个身份证，煞袂用哩，真奇怪，敢那无啥路用。所以，当这过程了后，咱会知影，咱个政府，吼、哦，毋是咱哦，流氓政府已经来伫遮，甲咱骗遮久。让咱的心内底唔知影讲咱到底是咧想啥物货，所以伫遮，咱唔通继续骗。尤其我拄则有讲到即个
白院长，我唔知要讲伊是白痴，还是白惨。我唔知伊伊当安怎讲，因为伊讲过话，捌讲过什么话？伊讲将来我拢唔捌讲过讲放无薪假是啥。伊讲这是哦，可以拍案叫绝。我从来没有说放无薪假这种名词会当称得上诺贝尔奖。伊可能唔知咱台湾人艰苦到倒位，放无薪假竟然讲会使称诺贝尔奖，而且是拍案叫绝。等于将伊放出来时阵，人记者个访问，伊马上改变啥？我从来没有讲过，我有那么白痴吗？所以白痴是家己讲的哦，唔是我讲的。咱来听一段伊家己讲的话，这个叫做白先生讲的话哈。来，咱来听看伊这个讲的是什么话。你先听看麦哈。会讲吗？我从来没有讲过发明无薪假可以得诺贝尔奖。我闹，我要和你白痴。有一个创新的理念叫无薪假，其实应该得诺贝尔奖。厂商用无薪假，那真是我要拍案叫绝。我从来没有讲过发明无薪假可以得诺贝尔奖。我闹，我要和你白痴。有一个创新的理念叫无薪假，其实应该得诺贝尔奖。厂商用无薪假，那真是我要拍案叫绝。不过这是哦。这咱有听到吼，这个是真正白院长讲的吼，唔是我甲录。我是安那去甲收集这两段话甲揽做伙，因为伊等于讲，这个白放无薪假是一个非常好的名词，会当申请诺贝尔奖。发明无薪假这个名词的人会当申请诺贝尔奖，这真的是拍案叫绝。等于讲一句话，我唔知你听到你心内安那感想。你的心里底唔知会感想到什么话？当伊讲到这句话时阵，我相信侪侪台湾人伊的心可能咧哭，已经哭到要无目屎。伊讲无薪假竟然是会当申请诺贝尔奖，这是正常。但是当大家甲逼问、甲逼问落去了，逼问落去，伊才讲我哪有讲这句话？我又没有那么白痴，所以伊这个白院长吼，唔知是白痴院长，还是白贼院长，甲即阵看袂出来。所以当伫咱遮的时阵，我阁会记哩回想到，阁差不多五年前，咱的囡仔若去打工，我相信咱的囡仔拢捌去打工，还是咱家己嘛拢捌去打工。咱有一个蓝茶院院长，伊讲。孩子暑假去打工，笨死了！哦，我听这句我嘛足生气的。我甲阮的隔壁人讲讲，咱的蓝院长吼，名迄个蓝茶院院长吼，伊哪会去讲安尼？结果阮隔壁学阿桑，伊讲对啊，人我的囡仔拢无咧做工课呢。我讲哈，恁家的囡仔是拢咧创啥？嘿啊，迄囡仔放暑假吼，都爱让伊去。吸收知识啊，让伊出国会当我讲对啦，这我嘛知影。问题是，敢拢毋免钱，所以咱的社会今仔日就是问题出伫遮。咱甲人骗的时阵，伊会甲你讲甲真好听，但是咱毋知迄个思考的能力讲，这伫甲咱骗。所以甲大家分享甲遮的时阵，我真爱去讲到。古早过去，有足侪代志，伫我的生活当中发现到，咱台湾人拢总是用假出来，因为简单讲，伫咱的李登辉总统，我咧做兵的时阵，就捌看过伊介小赌，介小赌的时阵，伊定定甲阮讲一句讲。恁吼讲到即亲自讲的哦，伊讲吼，即、這个国民党吼实在是哦，啊，着三字经安尼骂出来。我感觉讲做一个总统，骂
国民党安尼甲骂出来是安怎？伊讲这都敢那骗尔，因为吼，是安怎那会安尼？我较早做兵是做工程，咧计算迄个工程进度。啊，因为呢，工程进度当我报起的时阵，我是写65%，完工进度是65%。结果我怎啊甲报起了后，经过一个月，还是两礼拜，还是三礼拜，我唔知影。一届，李登辉先生来甲营区内底要开始看工程时阵，伊甲阮遮人拢甲叫来，讲来，我来看恁完工进度多少。结果，伊扑啊很快，短三礼拜了后，已经竟然是完工进度是92%。我报65，结果到伊遐时阵是92。啊，结果问起来，伊看起来讲奇怪，啊，都拢也未做好，哪会遮济？伊就为阮呢指挥官问落去，啊，指挥官嘛讲我嘛唔知，人报好我，啊，佫叫伊组长佫甲问落去。啊，问落去，佫叫组长、中校迄个组长嘛，教伊讲，我嘛唔知，即都下骹迄个上尉报予我啊，啊，上尉工程官佫叫去，讲我嘛唔知，即都我报予伊个。啊，因为我是做过吼，全中华民国上士官啦吼，就是少尉。啊，我都无通叫安尼，我都无通讲，我即都我写个。啊，我看着讲，65哪会变成92？当迄个时阵。大家一直讲咩，一直讲咩，讲这当判你军犯呢，你乌白写，这写哪你哪写呢？想袂到，李总统、李登辉先生，伊看到这，伊了解，伊怎甲遐讲好啊啦，这骂死嘛无效啦。啊，伊怎甲我的镜头甲满嘞，因为伊比我较悬。哦，我冇看过遐悬的人，遐徛起来大概伊只尔。啊，伊怎甲？大大讲，唉，较忍耐你啦。用这台语安尼甲我讲，啊，我相信，伫迄个当中，伊知影我的苦衷，啊，我嘛知影伊的怨叹伫倒位，因为大家拢咧甲骗，所以伫咱社会内底，全部充满就是用假、用骗，这就是咱真无法度去面对的所在。有一回，伊嘛来咧演讲的时阵，迄、那个李登辉先生嘛来，阮开始，你知伊若来去甲军中是足麻烦的，我拢希望伊莫来，因为来吼，阮规间都规个拢人用要变鬼安尼。当伊开始，阮的指挥官就开始教阮什么物件，教阮拍扑啊，拍手莫人夹呢，迄拍手莫人夹呢，伊安那讲，伊讲，咱拍手的时阵吼。卖伤多，嘛卖伤少。等迄个李总统吼、哦，啊，行起来时阵，咱差不多拍10下就好，10下就好，吼、哦，安尼知无？知无？啊，大家拢知。下骹3000几个人开始看到咱的李总统站起来时阵，竟然唔捌遐团结过，大家拢拍10下拍了，啊，就同齐休困。大家同齐拍10下，开始嘛真济，啊，甲结束嘛真济，足足10下，无加无减。结果李先生徛起伫台下顶，讲一句：“谢谢你们各位整齐的掌声。”哇！啊，佮我骂个呢，我呢指挥官来就讲：“连你们天兵啊，这么不懂，连这个都不会，拍手也不会。”啊，刚刚袂晓拍手，唔是袂晓，是咱互骗去。因为你教我安那共骗，所以我就骗予你看，安尼尔。这个拍扑啊，唔是咱真心甲欢迎，实在是你着叫我拍几下嘛，啊，我照你安尼做。伫遮思考，咱会当发现着讲，咱的头壳已经互曲死啊，家己袂使有思想，袂使有家己的独特想法，啊，这是咱足悲哀的所在。所以伫遮。咱今仔日要开始想着讲，咱今仔日要先哪做？都市计划是要计划咱心灵内底安那计划，因为将来唔捌去思考一件代志，咱的国家到底是虾米货？当我参加民政府的时阵，
我看到一个国家叫做以色列，伊伫两千几年前都无去，一直到1947年了后，渐渐的恢复的时阵，是虾米人甲因国家恢复？这个人叫做赫泽，伊本身是一个记者。当伊记者开始去采访足侪新闻的时阵，伊发觉到虾米货？发觉到讲，犹太人今仔日若要解决国家的问题，就是爱建国，因为犹太人真可怜呢。因在好野人的当中，因是被当作送乡的人；因在活人的当中，人家当作是死人；因若是伫一般人的当中，吼、哦。当中人拢甲当作讲啊，这无路用，所以这个赫泽，伊全开始为一百几个国家开始甲因调动来调动，甲犹太人为一百几个国家甲伊叫倒来咱的哈、哦、国土开始调集开会了后，经过足侪足侪努力，终于建国了以色列这个国家。所以我每一次看到伊这个赫泽的一挂传记，伊的过程，我感觉佫想到咱台湾。我唔知大家心情应该跟我同款。咱的台湾已经变作有也好，无也好。常常你若看人咧讲话时阵，拢会讲到讲咱的台湾是要安怎咧？我知影大家即摆拢无用选举。要过选举的人，大概讲过话，伊毋知家己记哩无？每一个人讲，我若当选，我要将咱台湾要安怎要安怎，但是结果拢无做甲到，这是真可怜的代志。所以呢，伫咱这个政府内底，咱毋知看到了真侪讲，除了白贼以外，还佫会晓做啥？咱毋通看到讲这是无啥要紧。因为你若讲一个白贼，可能所带来的物件是啥物？咱可能唔知影，咱一生中间，花开偌济钱去。伫前一阵仔时间，咱会当看到花卉博览会，花卉博览会开咱偌济钱，足济钱诶，哈？哦，130亿，啊，看遐个。大袂起来花，吼、哦！看到遐一挂虫啊，竟然迄请客人家去还会好呢？迄虫啊，估计起来一丛，讲唔知800块。你若甲买虫啊，甲剥一丛啊，请客人家载过，万也唔免800呢。但是竟然一丛，伊估计一丛虫啊800块。看到遮，咱已经强要动脑筋，但是佫一件代志，予咱看到你心内会愈艰苦。这个物件。叫做梦想家，这个梦想家隆重表演两天，开多少？哦，这个开足侪啊，2亿3千万。你若有听到的人，2亿3千万，这个梦想家你唔知捌听过无？哦，不知道无？咱来听看卖，2亿3千万，我等下放一段恁听，价值5千万，来咱听看卖吼。梦想家，我们都是梦想家，梦想家啊，梦想家，我们都是梦想家。这段时我去看到遐济钱了，我专工去买一张票，啊，甲投落个。啊，因为本来想讲，哦，这遮济钱应该是真
真高尚的一个音乐会，结果录到这段了，我怎歹录啊？因为无采人的底片，吼、哦，无采人的时间，加了电呢？为什么？因为一开始对啊，梦想家啊，唱到了规个梦想家，我讲咱今仔是巴肚咧枵啊呢，唔是对啊梦想，尤其看伊开2亿3000万，敢对啊一直梦想家。我讲这个甲唱海绵宝宝都同款的啊，实在是安尼叫做2亿3000万，佮两枚怎甲开了伊？当伊开了的时阵，真侪人开始反映讲，这哦，蓝茶园院长，你唔知有甚物意见无？哦，恁知蓝茶园倒位啦吼？蓝茶园迄日我拢看做蓝，唔知足奇怪。我目睭最近吼较无遐好，大概拢看做蓝茶园。蓝茶园院长甲伊讲的时阵，伊讲咱拢总开遮侪钱，这会使哩无？竟然经过调查，伊怎出来报告？甲咱报告啥物货？伊讲他们的程序都合法。我讲哇，2亿3000万做一首《海绵宝宝》，安尼，竟然程序拢合法。当咱无形中间，咱的钱去用提去。安尼，你唔知感想如何？要唔过我看到台北人，因讲一句什么话？当大家散会了后，因竟然讲到，讲哦，真欢喜，咱的台北终于进步啊！我听一个是感觉用个昏倒，讲啊，安尼竟然开2亿3000万，啊，听一个梦想家，安尼竟然你会感觉到台北在要进步啊！这些是真奇怪，而且我会记得顶一阵仔新闻，阿基瓦讲，如果我当总统的话，我会把你们当人看。我讲笑的，哪会讲这种话？甚至我甲大家讲，伊毋是要甲你当人看，伊要甲查甫当作查某来看，啊，查某当作啥？当作精神看。因为每一届你若看到伊去八八风灾，人咧甲讲啊，你若袂较紧来救，你若到即马才来，伊甲你应一句啥？啊，我不是来了吗？当你听到这样话时阵，我相信侪侪台湾人，若佫袂晓生气，这实在是足奇怪。而且，当伊看到遐个迄难迄个灾区啊，起迄个厝，互因占大时阵，伊竟然佫底下消遣讲。哦，这个跟普罗旺斯是一样的啊！我唔知安尼讲起来，伊有甲咱同款心无？伊我推断，这个人完完全全无将咱台湾看在眼内，因为有真侪比伊较好的物件，今仔日伫咱心内都市计划，就是要甲咱讲。咱千万台湾人唔通看轻咱家己，因为我知道长期这种国民党甲咱教育的体制之下，咱常常拢，逐项都惊，逐项都唔敢。当你敢的时阵，伊甲你抬死。所以抬久了后，变作咱真侪代志拢唔敢做。咱敢知影，拄只迄个梦想家拢总开咱2亿3000万，但是。我用一个演唱会甲这个做比较。顶回有一个演唱会，伫1999年，等个921大地震的时阵，每一回我若想起这个代志，我就感觉讲，台湾人实在是真可爱。因为当我入去灾区，看到遐已经厝倒了了，哇，大概安尼实在是真混乱的时阵，敢若一个电话对广播电台用迄种。迄个叫做无线电吼，安尼讲出来讲，歹势，因为阮这个红孩啊吼，一个红孩啊，为着伊这个红孩啊，讲伊食牛奶粉的品牌无同款，请你会当送一挂这个牛奶粉入来，因为这个红孩啊需要，伊拢食这种的，结果明仔载一拖拉裤入来，拢装迄种品牌的牛奶粉，我想这个红孩啊食甲。吃到幾十年吼，可能也吃不了。這就是咱台灣人。也毋過，佇台灣人的這種做法，大家是遮爾啊三聽內底，
咱敢知流氓政府伫遐做啥？流氓政府去到遐时阵，安排的人伊毋是安排灾区的人入去，是安排一挂心理辅导学家入去。结果入去了后，做啥物代志？敢若伫遐甲你问讲，哎、欸，请问这个大地震对你有影响无？我讲这敢着阁问？啊，看到囡仔就赶紧甲抓来，哎、欸，小弟弟，你爸爸都已经埋在里面，你心里会不会难过？哦，我看者讲，啊，这敢着阁问？甚至有一群人讲，伊要来遐赈灾，要来遐慰劳，但是看到迄厝倒一边倒起过，马上规群人伫遐翕相。哦，这真难得，这厝要翕到有他倒安尼真难得，所以因伫摆摆伫遐翕相，我看到是足生气的，因为因佫伫遐翕相的时阵，佫伫遐耶，哇！我讲这敢若做，迄毋是咱台湾人，我甲你保证，迄中国人。因的思想内底，干那讲我家己无要紧，我家己好就好，恁遮好歹运啦，无法度啦。连救难的人员来到到位，我看讲迄日本，伊救难队来到到位的时阵，伊将遐较紧的，我一个误解，对着日本人，伊来到咱台湾，伊开始一直搭帐篷，啊，开始工作到落尾的时阵。我看因人总来十二个，结果竟然六个走去睏。六个人摕着迄个帽啊、戴咧啊、装备扛咧啊，开始去哭哭哭哭哭哭哭。啊，我实在是拄开始我毋知影，我看着真袂欢喜。我看着去到迄个六个咧睏遐，看讲奇怪，佫真正睏呢。我甲问讲，哎、欸，啊恁哪拢袂起来斗三工？伊袂插我。啊，我甲迄个六个辛勤工作的人讲。会奇怪，恁做甲遮艰苦，啊遐那倒咧困，啊这边嘛无爱插我。但是，答案伫倒位，等到两点钟过了后，换一批人去困，一批人起来，开始无啊清清的，哭哭哭哭哭哭，因拢总无休困，一直用咧，拢总无休困，连续七天。将近七天的时间，因才轮流休困，但是这工作依然拢无停止。所以每一届我看救到一个人起来的时阵拖出来，哦，佫救一个人，规阵伫遐拍扑啊，迄种心情是偌欢喜。迄种心情，你若在场的人，你听到你会感受到讲，咱台湾人大家拢遮尼啊三听，真好。但是流氓政府。所养成的人，救难队什么款？伫遐看到的时阵，我阁讲，哎、欸，啊，你毋着斗三工一个。伊伫遐分家咧讲，歹势我吼，伫遐部分两个部分，啊，手叉咧，啊，拢无咧叮当。啊，甲讲，啊，你若无爱较紧斗用，伊甲你应什么会？啊，长官没有来，我不知道怎么做。我讲，这得阁等个长官来哦，看到默默好开啊。抱歉，我没有办法。伊讲伊无法度，但是人迄日本的狗吼，看到灾区安尼去闻到迄个味，伊就开始去甲伊挖落去，哇！一个人生还救出来，真欢喜。当咱流氓政府吼，咱即马流氓政府这个政府，迄狗嘛想要表现，伊嘛看伊咧吠的时阵。伊个主人嘛开始讲，你看，都咪日本个狗仔晓吠，阮个嘛会晓啊。结果甲恶落，才发觉着讲，奇怪，即当是有人啊无？一直喵，一直喵，一直喵，喵到落尾才发现着讲，哦，原来只一罐迄个宝露，吼、哦，已经带变去，啊，迄只狗我看着怎加咧，啊，怎去别位食？啊，大家咧问到讲，哎、欸、啊，到底你吠是吠即罐宝露，还是你讲内底有人？伊袂甲你应。狗仔拢做伊食，无咧插伊。啊，我相信这内底无人，所以直接看到，咱已经教育甲连狗都拢改变，实在是真无简单。但是伫遮个时阵，上界予咱安慰是虾米货？咱知影讲伫迄天，遐个人拢总第七日，因。对日本有过来三位的歌手，伊讲，
看到这间日本的地震，我真伤心，啊嘛感觉替恁真感伤吼。所以，我要去遐来献唱这个歌，互恁会当得到安慰。拄开始，我感觉讲啊，这间有效，但是因来的时阵，因日时也都来，一直来个斗灾区啊，斗三工了后，结果到落尾，因怎开始唱歌？因唱迄首歌了后，虽然伊是用日语来唱，也毋过大家拢会当感受着讲，迄个心情是虾米款。当迄个字、迄个歌词的原文写着讲，咱遮虽然死了真济人，啊，毋过恁毋通伤心，遮个人拢无伫遮。咱来听这首歌了，我甲你讲，这首歌因啊制作费偌济钱？你应该梦想遮比较看卖，哪一首较好听？好，这首《Same No Kaze Ni Na Atsude》哈。这是一个由女生吼三个查某女声三重唱，我最爱这首歌，因为当我录到的时阵，感觉讲这三位歌手非常无简单。Yeah.
到这的时阵，我听咧唱吼，三个查某的歌手，因伫日本讲，阮若通常唱一场，等于就是爱700万。结果迄天拢总伊为第一天、第二天拢总唱三场，无同所在安尼唱。每一回听到的人，当我甲因翻译咧讲。请你唔好伤心，伫我的面前咧哭，伫我的梦面前咧哭，因为我已经无伫遐。因亲像早时的鸟啊，也甲你照顾，亲像足济吼日头安尼甲你照，所以因对着往生的人，迄种安慰，嘛对着面对往生者的家属，当因听到这个歌的时阵。因大家拢靠做伙，你会知1999年九二一大地震迄届，我住伫灾区，看到这段，哇，实在是真感动啊！因用这个演唱会来安慰每一个人，每一个人心拢真安慰。当因这三个歌手嘛去甲囡仔灾区，迄囡仔安尼甲抱起来洗身躯的时阵。你会当发觉到，因是用真正的生命、疼心来对着这个囡仔。反倒倒来，咱来看到目前咱这个政府吼，咱所徛起这个台湾，目前内底这个马先生应该知影，九二一地震，我甲统计过。拢总受伤的、死亡的是将近要到2000个，但是有一个数字，咱敢知影咱这几年来拢总自杀死的几个人？超过40000，超过40000个。我尤其我搁加调高雄市甲台南的所有自杀已经死去的，拢总超过40000啊。这是经过计算的哦，唔知影也唔知哦，拢总40000个死去。马先生伊做啥？伊讲我来表演梦想家，予大家较快乐咧，来安慰大家真正心内甲讲这笑的。所以伫遮咱会当发觉讲，咱若准讲袂当去面对，勇敢诚实去面对咱即马目前社会状况。我想咱一直互骗落去。较早我真济故事拢知影，尤其最近我看到咱大家拢甲讲做许做啥物货，一个叫做先生叫做孙文。每一届咱若去入去教室读册，拢头前嘛挂一个，后壁嘛挂一个。啊，迄个人咱相信咱拢捌，一个叫孙文，一个叫做蒋介石。所以老师拢甲咱讲，这两个拢总是高人。但是你敢问讲老师啊，这两个是外高？哦，老师嘛讲一套你听呢。伊讲头前这个就是推翻满清政府，想说讲这跟咱啥关系？结果当咱去甲了解，这个孙文是啥物款人？我甲讲过，伊规工闲闲干会晓创啥物代志？咱咧讲就是讲，干来会晓。爬小姐呢？啊，搞查囡仔啊，四个蛋，包括日本毛伊个，讲这一生出来囝，毛人安尼讲出来，所以这个种人敢会晓革命？伊袂晓，伊干那看讲啊，偌济钱我会当提我来走，这就是孙文，所以为人叫伊孙大炮。但是伫咱甲咱骗落去讲啊，这个就是啥物货？国父，我讲这人才做老爸，从此以后咱唔好叫这个叫做国父。唔是，这唔是咱的国父，绝对唔是。第二个叫做蒋介石，伊敢那讲哦，这个人真牛，伊敢那看到鱼啊，安尼收起哩。哦，老师真欢喜呢。老师咧讲的时阵，我大概看到老师咧讲这段，讲你看那么小，他就可以看到。伊讲你看人迄牛人就是牛人，无简单。迄看到鱼啊，就会想讲要力争上游。我家己想过，我若看到这鱼仔咧游，我会较紧摕好网啊，要甲网转来，阴暗真正的他食。啊，我足见笑呢，我感觉讲奇怪，是安那蒋介石看到拢袂要甲掠，啊
啊，佮看伊伫遐咧力争上游，啊，变做咬人。啊，我看到就是讲啊，佮高登来食好，咱就要佮好起来。但是这个这拢白惨，伊根本伊若看到一只鱼啊，我相信伊比我较爱钓，伊比我较爱去佮好起来，甚至高高钓上好。所以，伫这个片，已经台湾人唔敢勇敢去面对虾米叫做诚实。所以，逐项拢甲你用讲啊，这都是安尼真好，安尼真好的时阵，当咱咧读册嘛，足济物件开始拢甲咱用骗的。我感觉最近的社会开始所流行的嘛，真济一直甲咱骗。我唔知道你有这个感受哦。当你走去装卡的时阵，我看到装卡所在真济拢开始打出真济广告，你有产要卖无？啊，你有要带外人查某无？当然，我唔是咧看遐轻，看轻遐，我是咧感受着讲，是安怎咱台湾人开始缠来去卖卖掉，啊来创啥？来开始放荡。当你看到讲，迄大家拢要卖缠，要卖缠，啊，农作物无人要种的时阵，咱唔知想到一点，马先生甲咱讲，讲哦，咱即马经济佫开始好起来。请问敢真正好起来？无，实在讲的无，因为咱若看到即马目前农作物的供应率是剩35%，咱台湾家己种的物件剩35%会使家己食尔，其他拢对倒来65%拢对中国，所以这是真危险的代志。当有一日你若巴肚枵的时阵，马先生嘛要甲你讲。那个病院长讲没有关系，因为我们有很多电脑科技。我讲你会使抱电脑去过日吗？你若巴肚枵，敢会使电脑拆拆来吃？袂使哩。咱是爱食咱的美牛，也毋过咱目前已经欠亏真济，所以种种伫遮开始，咱的囡仔一代过一代开始拢一直变化，咱一直毋敢家己的梦想，家己认为哦勇敢读册就好。甚至佫用着真济物件，甲咱骗讲啊，这就是认命就好。所以我看着我囡仔的时阵，这种情形就一直伫咱的生活当中，你毋知有去发觉着无？当我囡仔真济阿公阿嬷，我记哩阮迄个故乡吼，有一个人叫做，人拢叫伊青面坤啊，伊就是咧共算命。啊、我感觉讲，规怪规整的人呐，拢会相信伊讲的话，伊家己都猜谜啊，哪有知影咱遮遮侪代志？所以我对伊真袂信任，也毋过侪侪大人拢真信任这个算命猜谜群啊。所以有一日，当有一个阿嬷带伊孙仔去的时阵，伊甲算的，啊，伊嘛因为因的孙仔都我甲病一回。所以伊嘛真奇怪，伊想讲，阮的孙仔的名即种个，啊，毋知你的名啥物款。伊专门问迄个青面坤啊，甲我讲，你甲看卖，啊，若这个囡仔啥物款，伊咧讲我，我听了我真着惊呢。伊干那甲我讲一句讲，这个囡仔，伊的命格，敢甲我讲命格，敢甲我讲，啊，这个囡仔命格是四牛七。啊，我想想讲，哇，要死啊！迄一条汉字，安尼则，安尼就近我，啊我四牛七，那是要安怎？第四间我规囡仔的人生是黑暗的，因为我家仔讲，哇四牛七，啊唔得放飞嘞，本来都无伊啊，安尼是要安怎？结果人伊算着伊孙啊，讲，哦，你这个孙啊不简单嘞，你这个孙啊阿介是要坐大只桌啊写字的。我实在是听到这句对话，让我的人生感觉讲那才乌白，因为这意思啥，伊也该做大官，啊，我可能唔知影，因为到底这是啥物？四牛七，我去甲称汉字，无偌重呢，迄一条都近我呢，啊四牛都无伊一半七七的嘛，无偌济呢，但是我心内一直真惊吓的当中，经过。大汉，有一届我去勤劳甲看，有影，这个囡仔伊阿妈真欢喜，
一个囡仔拢咧坐大只桌啊写字的，真正，因为伊拢坐伫乒乓桌啊，迄上大只，迄拍乒乓的桌啊上大只，伊拢坐伫遐咧教因囝写字。啊，我甲问讲，啊，你即马咧创啥？纯教因囝写字。所以台湾人啊，当你的命运若在互骗的时阵，原底你有真好的斗志，你嘛是会失去。我相信伊这个囡仔，若卖听到讲伊是坐大只桌咧写字，这个囡仔可能不得了，因为伊会知家己的命歹，一直悲观。但是伊知讲伊的命是安尼时阵，伊就放弃。这就是咱台湾唔知变怎讲的悲哀。所以伫遮，当咱发觉到，逐项拢讲到中国迄边是真好，咱台湾就是无甲人好。也毋过，伫遮侪歌唱内底，我真爱去听到咱台湾创作的诗歌，足侪歌曲内底，互你感受到讲，咱的歌感真正遐歹听。你敢知影？我常常听到真侪，迄个做中国人，伊讲你们台湾唱的歌没有水准啊！我实在听甲讲，你是捌啊毋捌？伊讲啊，无伯伯，你会唱什么歌？伊竟然唱啥给我听呢？伊唱迄歌吼，你听了真正佩服，唱梅花啦。我讲吼，哦，因唱的拢总爱唱爱国歌曲啊，真正哦，唱甲啊无因唱的歌就是啊，即卖少年家拢唱啥物歌？反正就足奇怪。尤其伊甲咱的台湾的曲，我隔壁嘛一个拢真爱唱卡拉 OK， 我逐天甲听伊咧唱母语。所以想起来，咱台湾人的命运是毋是甲母女嘛同款，拢甲当作不管伊啥物人，反正跳舞跳到欢喜，安尼人生嘛毋是。但是伫遮，我要大家讲，咱台湾的创作的歌是世界一流。后一段，我相信咱拢捌听过一首民谣，叫做《乌鸦会》。好，你甲看讲伊迄个原住民咧唱的歌，我大概那伫吼学校那要教人唱吼，大家拢讲啊，老师这唱足歹听的啦，这袂晓啦，这真歹学啦。但是我甲讲讲，这是正港台湾真传统的歌，真可惜咱的囡仔拢袂晓唱。但是好佳哉，伫咱台湾出生的这个原住民同胞，你咱来听看伊安那唱《雨夜花》哈。
是咱真正台湾的民谣哈。我感觉讲，伊头前咧唱台语，迄唱甲，我感觉吼，伊是另外有超龄代吼。啊，毋过，当伊真用心，用伊的母语吼，布农语，甲伊即个翻译做乌雅话的时阵，我感觉心内真感动，就是讲，哇，迄阵囡仔，安尼会当用到伊的母语，伊讲老师这个很困难呢。我讲没关系，你们试看看啊，真正怎甲唱出来？伊安尼甲抖抖抖啊，用伊的布农语，虽然我听无吼，啊，毋过后壁迄段是用布农语唱的，所以你会看到讲台湾的人的歌曲感真正歹，毋是，是咱无去甲重视。台湾人所受的教育毋是歹，是咱去用骗讲你这无水准。台湾人所拥有的文化、歌声、艺术，绝对袂比中国较歹。因为台湾真特殊，但是咱互骗甲讲，你袂去疼惜咱台湾。是安那？我伫原住民的即个生活内底去甲发觉，因为因真侪人的心内底，因常常拢咧埋怨，是安怎？我是原住民，是安那？我做烦啊！伊拢讲我烦啊！伊讲老师你不懂啊，我们都是烦啊！我说你们不要乱讲哦。原住民真的在台湾就像彩虹一样的美丽，这么漂亮的东西你们将来不要去看，他说没有吧。尤其在这里有一个故事，刚才这个孩子里面，他是一个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说，这个孩子是都让他们爸爸妈妈这样看清，终于我了解原因是怎样。伊甲我讲，老师，你看我的手。我讲无安怎啊？伊讲你阁看较清楚，是安怎？我讲无安怎啊？伊讲我这吼，人讲叫做断掌啦。讲这做会安怎安怎安怎？我甲讲毋是，是因为你真健康，所以你站起来做力的，这是真健康的表现，所以你要加油。所以当遐因咧唱歌的时阵，我感受着讲。是安怎？咱遮优秀的物件，咱去用骗讲咱是无效。后一首，这是我一生上爱听的一个歌曲吼，伊完全拢无用华语，伊用的母语。但是这首歌，当伊去演唱的时阵，因去比赛竟然无得奖，但是因这个老师怎甲，这个校长怎甲带去外国比赛，了后得到冠军。在菲律宾就冠军了，还没打紧。当2000年那年，总统上集，他去用邀请去演唱，全世界很多人都去跟这个克林顿说，哦，台湾有这么漂亮的歌声，你如果没来听，可惜啊。听到克林顿总统，那心是这样猫啊，哪有可能你有听，我没办法听到。怎下令讲，无布农族即阵拢来美国北疆演唱，真正去北疆演唱。当因唱了的时阵，克林顿夫人甲伊讲：“哦，你们歌声这么好，请问恁一个月偌济钱甲恁补助来训练？”伊讲没有。伊听者煞喘一条讲：“啊，无安尼好无？恁遮囡仔拢留伫美国。”我甲恁栽培，结果有一个囡仔，等下相片内底嘛有吼，伊甲这个克林顿夫人讲，为什么在台湾优秀的人才都要离开自己的故乡来到美国？我不要来这里，我要回到我的故乡唱歌。啊，伊那校长就甲教育讲，你只要把玉山的声音唱出来就好。结果。这个克林顿夫人马上跟他回信的，说抱歉抱歉，我不能将我们台湾漂亮的东西都给搬去美国，我们来看到底多漂亮。我们听这首台湾妈妈，他是用母语唱的，我是东埔国小合唱团的团员，
我要我的妈妈回来看我们一面，只要看一面我就满足了。我也要我爸爸六日回来这里看我，顺便买礼物给我。我更想要爸爸妈妈能够和好。我想有一天我要一个人独立，我也想要电脑。我更想要永远待在东浦。我目前最想要做的事是把歌唱好。
咱讲吼，全世界上高唱的歌是四部合声，咱毋知注意，伊拢总几部？伊拢总是八部，因为伊唱八部的声是全世界无的。当我录到的时阵，我真欢喜，讲哦，原来咱台湾敢若独独台湾有八部的合声，这是真骄傲的台湾。所以希望大家回去了后，爱鼓励你的囡仔，唔通看起咱家己吼。希望今仔日的分享会当带着咱大家讲，开始的去想着咱国家的进步。好，谢谢，今仔日甲大家分享。起立，立正，行礼。楼卡永春。